所以你认为我的，你听过我潮州话，你认为如何？我靠啊！我靠！我靠！是中央世界，你是那个阿弟的是咪？好记啊，伊咩叫土豆？新加坡有港岛。啊，中国叫土豆。真侪单位。新加坡只有呢，是苏格兰啊，有企业，有企业啊。OK， 这个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安迪，还有这位是我的妈妈，她是龙妈。大家好，我是龙妈，隔壁是小蛙生。所以前几集我都做了，跟我朋友就玩用我们的各自的方言来猜字。然后今天我就邀请我妈妈，她是潮州人，然后我就会用潮州话来形容那个字，希望她听得懂。所以你认为你听过我潮州话，你认为如何？OK 啦，还好只有78点，只有78点，我尽力而为啦。所以游戏规则很简单，一共有8题，我会以潮州话形容给龙妈听。如果龙妈成功猜对所有题目，我就算任务达成了。好了，我们游戏开始吧 ，Let's go。所以这个是最第一个字啊，这个是 no 开始 ，no 开始 ，OK。一起加该，加来宾有本。有这个土豆，我靠是中央世界，你是我能潮州人苏格家个家个物件，崩溃啊，对，崩溃，听得懂吗？还好哈，这个是哪个字？啊，来，你个我过来有你个阿弟有。阿弟，阿弟有阿妹，阿妹，你是什么？阿弟阿妹。啊，你是伊那个什么？哦，你是在哇？我是伊那个什么？阿妈。哈？对吗？我阿弟阿妹。阿弟阿妹，你是那个阿弟个什么？阿妹。就阿弟阿妹。啊。你是哪个字呀？啊，哪个字？你是伊那个。是咪人？我人来，我有两个阿弟，我是伊人个阿兄。阿兄，你是伊人个阿姐，大姐。这个几个字，真简单个。我人出来的这个物件，伊会晓行来行去，伊是足够绿色个。好蛋，小狗。狗啦，狗啦，耶，狗镜，狗镜，狗镜，伊咩叫土豆 ？OK， 这个是三个字。你出外口，你爱行雷，你出外口，你出外口做梦啊，你得爱看。你去 NTUC 啊？你做什么物件？这个是什么物件？三个字，三个字，你爱行雷是什么物件？哈？你去一个巴萨。啊，那个巴萨。你去巴萨，你是？巴萨买物件。啊，买物件。啊，买物件。对，就是买东西，买物件，对哦。买物件。哎，听我的。这个是食个物件，食个物件，你是三个字。我能煮这个咖喱，有应该，我自家吃的物件，三个字，我自家吃的物件，伊是煮个，伊会晓炸薯条，简单，简单是马来字的，我能叫简单嘛，新加坡叫简单，啊，中国叫土豆，这个是哪个字？伊是即款运动。运动。我人细汉时，暑假做即个运动。我人真贵。真贵。你也真贵。哪一日？我的阿弟暑假做即个。篮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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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吼。篮球。即个是哪个字？伊是这个国家，国
国家，潮州话是国家。国家，伊是真大个国家。嗯。伊个伊有真多动物啊，动物潮州话怎么讲？单位，真多单位。我那坐车，那我那伊是这个国家，我那坐车去真多地方。真侪地方啊！你是猜迄个国家？啊，伊个国家名叫什么名？澳洲咧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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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澳洲啊。澳洲。澳洲啊。澳洲吼。还有 ，OK， 这个是就是最后一个了。这个是哪个字？现在好好说话没有？即阵的。新加坡呢，马来西亚呢，金属个价几个规矩？榴莲哦，现在他们形容都用潮州话。新加坡就那金属个价啊，有钱哎啊，马路新加坡甲马来西亚有，泰国嘛是有，泰国还无好价啊。榴莲啊，你看。OK， 很好，所以我全部我用以我潮州话，龙妈都猜对了。大概，我就是大概利用很烂的、很糟糕的潮州话来形容，不还好，听得懂吗？还可以吧 ？OK， 还好。我们新加坡的那个潮州话里面也是掺了很多马来，有些马来话，好像巴沙啊，巴沙，然后还有苏嘎，苏嘎也是马来话，鸡冠，还有其他鸡冠的，所以已经不是很纯了。不过只是在新加坡说，我们都听得懂了。所以今天就谢谢龙妈今天参与我们今天拍摄，所以就谢谢你们。尽量，我的操作也不是很深，华语还比较顺一点。Okay. 希望大家多多指教，请大家多指教。感谢大家推一轮，这么大来宾，请大家多多指点。好，所以今天就到此为止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、按赞还有分享，谢谢你们，拜拜。拜拜。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，请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还有开启小铃铛。拜拜。好，我介绍先到这节目，我会讲话。大家好，我是龙妈妈。